明星遭遇的意外状况，刘亦菲在一次活动中遭到了狂热男粉的袭击。任达华更是直接被捅伤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斌先生一起上台。被意外撞伤的邹市民经多次呼救后，才有工作人员上前救助。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市民哥，你 OK 吗？没事。我们真的找人看一下。真是疼！宋小宝在表演时意外摔倒，差点导致瘫痪。结果翻的那会儿就是那个卖的那个包，正好就是我着力点，就是那个点，正好实时的就搁在那个包上。它这几个地方有多处的骨折，一共大概有3处，如果位置再高一点，可能就会出现瘫痪这种情况。在舞台上的张艺兴因失误导致脸部着地。为了安抚粉丝，直接开始了空翻。薛之谦更是直接从升降台上掉落。舞台固然重要，人身安全更要注意啊。